接下来，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掌声欢迎卢军宏台长接收同修敬献的鲜花。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使我们能够平安每一天。今天我们相聚在法国，新老朋友相会，法喜充满。谢谢。从法国的文物古迹，巴黎的凯旋门到埃菲尔铁塔到罗浮宫，就能看出法国人的智慧。拥有智慧的民族也是气场好的象征。生活在法国这块美丽智慧的土地上，学佛修心，弘扬介绍中华传统的文化，让人民更具智慧。全世界人民和让全世界的华人华侨能够消灾解难，去除病痛，人民会更幸福，世界会更和平。
最近在法国南部暴雨灾害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自然灾害，我们人无法控制自然界的灾害，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心态，对自己的伤害，自然对人的伤害，我们还可以应付，但是人对自己伤害却无法的控制，所以很多忧郁症、癌症、恐惧症和痴呆症等等，这已经让人的心态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药物可以治疗我们人的身体，但是治疗不了我们人的心灵。我们的精神影响着身体，我们的身体不好又影响了人的精神。据世界医疗卫生组织统计，因恶劣的环境、社会恶性循环的灾祸和人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造成的精神病患者超过了1亿1300万。所以控制不住感情自杀每年是30万人。用佛法叫人明白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理智，让人放弃沉重的欲望，放下过度的需求，舍去不必要的执着，学会满足、知足和放下。这就是智者的心态，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定会迷失自我。所以佛法让人开悟，让人明理。佛法界经常讲要开悟放下。什么叫开悟？想得通，想得明白，无所谓了，那就叫开悟。想一想，今天我们还算健康，还没有生病，那你就比熬不过本月将要去世的10万癌症病人要幸运。如果你还能用你的眼睛看书、看电视、看报纸，你比1000万盲人要幸运。所以要懂得知足常乐，当一个人能够知足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快乐。希望大家永远要懂得知足常乐，因为我们在人间是一个短暂的生命，让我们拥有的那是很快将要逝去的东西，所以不追求那些很快就会失去的东西，那我们才会精神满足，我们才会拥有更多的精神方面的一些啊，减轻这些压力。所以精神控制着你的肉体，现在的病痛都是由精神造成的。当一个人精神愉快，他的病痛就会减轻。学佛就是要懂得怎么样来控制好自己的欲望，怎么样来放弃自己不能满足的那些希望。实际上幻觉就是人间，今天所拥有的不代表明天所拥有，今天放弃的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希望大家懂得放弃那些不必要累赘的东西，当你得到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充足和学佛之后人应该拥有的境界。我们学佛人要懂得珍惜，因为珍惜今天，你就会拥有今天；珍惜人生，你就会拥有人生；珍惜对方，你就会拥有对方。
今天我们拥有了佛法，我们更要珍惜佛法。不管在人间有顺境还有逆境，我们要懂得珍惜。当我们不开心有逆境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懂得定下来，我们不要担心，因为很多的逆境随着时间，随着我们的心态都会化解。当我们懂得要执福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变得越来越纯洁。所以希望我们要懂得执福，福气是靠自己做出来的。我们今天能够懂得像种树一样的把自己的福气种植在我们的心里，种植在他人的心里，那我们这棵树会越长越大，就会得到更多善报。这就是佛学讲的善有善报。所以我们彻底了解的世界，我们才能懂得去怎样的在人间生活。